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다자하오, 我是 Dan. 最近在韩国网上流行一个“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的挑战。这个挑战的舞蹈很简单，就是根据歌词用手势做猫和汉江冰冻的舞蹈。以短影片为中心，这个挑战迅速传播起来，不只是网红们，很多人气爱豆们也拍了这个挑战。卡琳娜 ，Twice， 2。IVE MX 정은지大轩2021年12月27号 MBN 新闻台报道了一次韩流消息，当时记者在说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的时候，使用了一段猫咪正在冰冻的汉江走过去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实际报道的片段。천장에서다량의물이쏟아지며출근길시민들이큰불편을겪었습니다꽁꽁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꽁꽁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돌을던져봐도끄떡없습니다2023年12月18号，一个 IG 账号每天都上传一段该影片后，这个迷因开始受到了关注。每天都上传一样的影片都有6万追踪。之后在2024年，韩国 TikTok 网红参谷首次上传了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挑战影片。因为大约10秒左右的音乐反复播放，与其他需要舞蹈练习的挑战相比，这个挑战相对简单也很可爱，因此马上就受到了非常大的人气。目前 YouTube 上也出现了各种模仿合成作品，为该迷因带来了活力。所以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고양이가걸어다닙니다公公얼어붙은한강위로아안돼아잘가이젠급발